王阳明一射就中，蔡诗芸赞射技好。三分球他在空中不留，所有人看着我抛物线进球。哦，算你好会射哦，一翻就中呢。王阳明和小鬼今天到校园宣传角头 PK 罚球线投篮，算你超准的。没有一起运动过，对，只有冲浪，冲浪啊，冲浪，冲浪，对对，我们有去冲浪。这两人是套好的吗？最近也开始想要。哎，有没有 Sunny 和蔡诗芸好有默契的挂？他今天穿比基尼为品牌走秀，并为此禁欲三天。可能吃东西会比较注意，然后去多运动啊，还有就是做比较多一些强烈一点的运动。我有去就是 Sunny 的，我难道是那个 gym 那边？可可想太多，是禁食欲三天啦。是说他之后结婚会丰盈好身材吗？其实我一直都还蛮保守的，只是我拍的照片都是去海边呢。他这么爱去海边，却还不会冲浪哎。我一直想要就是请他教我，可是因为他最近还蛮忙的，可是最近好像他要开始教我了。我觉得冲浪很难呢。真的有耐心吗？如果教这个？我觉得他教我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他就是很健康的一个男生，然后他其实做什么运动啊什么东西都非常好。你有教他写歌吗？正常他会，他很会弹吉他。你可以叫他弹给你听，有空的时候他有会唱歌。你鬼浪漫，可是他说我不能讲，所以保密。来不及的，霸道。苹果十二周年爆料拿大奖，200万等着您！独家给苹果照片、影片或者独立采访的公民新闻，点阅数每周最高一名20万，全月最高一名200万，改变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